公里以上的一个速度啊，让打击的王金泉呢挥棒落空，变成良好球一坏球。然后当然他说哇这么广告呢，当然是被批准了，蓝马鬼神哭了。那我说那是喜悦的啦。有打击的王金泉呢是被曾崇轩给三振，形成了一出局。哇这个球呢最后还往下坠了。赛事盟主赛之前的这四个大赛，春季联赛城市对抗赛、协会杯跟梅花节都是固定举办，就固定下来的话其实也不错。对这样也会形成一个传统就变成说在你打完之后大概就知道这个连抽签都不用就知道你的对手是谁。没错没错，而且在教练的建议之下改侧投的。其实上他这个侧投加上他本来速度就不错，这蛮有威力的。现在轮到第一六棒的捕手黄家，这面对快速球是非常有力的。只要在前的左脚等于稍微点一下而已。对，我这个球呢是被曾崇轩呢给三振。三振之后呢，廖英杰还是跟接下来的林俊平呢稍微来这个提醒一下。那打击的林汉呢也是国家队的常客。对，是好球进来，形成了一好球两坏球。林汉的守备能力博受肯定。离的距离还蛮远，头部要小心。还是期待了老半天了，就王金泉都还是没有跑。现在是两好球两坏球，所以曾崇轩的一些牵制啊等等看起来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攻占到二垒过了，顶多上到一垒而已。棒落空，打击的蔡正波呢是遭到了三振，这是今天的曾崇轩所投出的第三 K。我这个时候了蔡正波有可能在量好球的时候的注意一些变化球，所以忽然间这种反向操作塞个快速球。